20多年前10块钱买的 Seven 奥特曼扭蛋，居然能做的这么夸张，不愧是你啊，财团币。你现在靠这个扭蛋呢，是很久之前万代出的，还是机械扭蛋？你想要买这个系列的东西呢，在某鱼上搜开田西画就能找到。据说这个原型师呢是开田裕志 ，Mega House 有个系列呢是数了这个开田裕志的名字的，那个呢我也买了几个，后续呢会拍给大家看。机械赛文的故事呢其实极具魅力，它是形似赛文的机器人，这个逻辑上呢是可以量产的。这个扭蛋里的赛文呢，把这个机械赛文身体的线缆都给扯了出来，而且此时的赛文呢，身体的肌肉线条呢做得非常的美，甚至好像你还可以看到他的表情。同系列的另一代呢，则是赛文 VS 金骨桥，只不过呢，此时的金骨桥是分体的状态，这也算是一个招牌技能了。万代的这项扭蛋呢，特别注重动态美和这个怪兽奥特曼的身体描绘，不是那种特摄皮套风啊，更像是漫画风，极具动感，我觉得可以算是这个小艺术品了。海洋堂之前呢也出过这个赛文 VS 金骨桥的核弹，设计同样也是很精彩。现在很多玩具呢都让我感到千篇一律，还是这个老核弹扭蛋啊更有味道，能感受到这样的大师风采。